再带你来看歌手周蕙，她以疗愈系的情歌出名，实力美声大受好评。但是呢，她早年刚出道的时候，在专辑上头都看不到本尊的照片，是用娃娃动画来取代的。隐藏的天籁，嗓音超级甜美疗愈的周蕙，居然也有男生来模仿，掀起节目高潮。这是第一美声歌后周蕙，1999年发第一张专辑就一鸣惊人，主打歌《约定》占据音乐排行榜冠军超过半年之久。但早期她被封为听觉系艺人，让她受尽委屈，连唱片的封面都看不到本尊。我当年出道的时候，躲在一个惠儿娃娃后头的那种概念，用声音去打动大家。这条路不通，也许我们绕个路走，花多一点点的时间，也许这条路会通。现在的周蕙唱歌更有自信，重新实现梦想。我会好好的爱你。Me too, me too。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音乐道路几经波折，周蕙重新在舞台绽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